都讲天后宫每年七月份中原普渡了后，拢会甲祭拜物品一部分捐予老吾老以及华山基金会。今年嘛同款哦，讲伫咧即个捐赠仪式嘅现场，妈祖经就希望透过基金会料理，将即寡特制爱心餐送到独居时代厝内，温暖伊嘅胃，嘛来感受到妈祖满满慈爱。简单隆重的捐赠仪式了后，所有志工甲灭火人员同心协力，将物资搬上车。老老基金会甲华山鹿港天灾站，是真感谢妈祖伯的关怀。天后捐赠物资给老老基金会的时间超过了15年哈。那今年比较特别，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辈。普通时可能还可以出来，但是他们现在疫情的关系，他们又减少出来的频率，所以在物资上面的确需要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个帮忙。那我们天后宫也发展领域，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特别利用这个时间，让社会大众看到我们社一些长辈的需要，然后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事。然后很多宫庙普渡也都暂停或者延后的这个问题。然后也感谢天后宫这一次能够联络我们过来再物资，谢谢天后宫的帮忙，每一年都有想到我们华山弱势的长辈。那这些物资我们将会带到站上之后，会做请义工来做分装，然后按月送到长辈的家中，让长辈感受到天后宫妈祖的爱心。鹿港天后宫登记到立慈善公益。每年捐赠普渡物资来帮助弱势和关怀中者。这次捐赠的物资包括有白米、面条、糖、盐、豆油以及沙拉油等，适合中央厨房用餐和信众的爱心，送到弱势家庭手中，发挥妈祖慈爱精神。鹿港天后宫中原普渡的物资哈，今天的话是第二波来发放哈，我们来送给我们的两个基金会，第一个是老吾老基金会，第二个是华山基金会。主要的话是因为他们都关怀我们的社区的社会的独居长辈。我们在疫情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发现独居长辈的一个送餐呢是绝对不能中断的，所以我们第二波物资准备的是中央厨房比较适合的一个柴米酱醋茶油盐，然后我们来全数的来捐给我们两个基金会，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送餐的话不间断，妈祖的爱能传播到各地，让独居长辈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关心与爱。然后我希望说，我们将这些我们的物资能变成香喷喷的一个饭菜、营养午餐、晚餐，然后都可以传递送达到我们所有的独居长辈当中。透过这些物资，希望能减轻中介开销。然后时代感受到妈祖婆大爱慈悲的精神。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